这是一根小黄瓜，我给你。其实它是两根，孩子。哦，可是这根是我要吃的。早安，今天是倒数十六天，然后我现在前往补习班老师家的路上，等下就会看到很多出现在影片过的人。我们今天要吃披萨。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好吃啊？这是什么和风鸡吗？它的皮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好吃啊？我们分不开耶。好，这是章鱼烧了。看不出来啊。这个口味还蛮好吃的。我回家了，跟大家说拜拜。哎，没有人理我哎。是啊，你们说一下拜拜。你代替他说拜拜，他不会说拜拜。拜拜。拜了各位。大冰拿。好，帮我做一杯大冰的。我绑了一个马尾，因为我们要来做一点劳动活动。中午吃了披萨，然后我下午回家之后来收衣服，就是这些衣服。然后还有一件很大的事要做，就是洗鞋子。OK。洗鞋子要洗我的两双白鞋，还有我爸爸的一双白鞋。我今天配的 Spotify 的 playlist 是 Good Vibes， 我把它放在这边。然后我们开始工作吧。然后我收完衣服洗完鞋子之后咧，就因为很热，然后就洗了个澡。现在是8:20，等一下8:30的时候我要开个直播。不过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已经是隔一天了，所以如果你们在晚上8:00看到的话，可以去看我 Instagram 的直播的回放。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现在在直播，然后播8:30-9:30，然后现在剩10分钟。对，我刚刚结束直播，然后如果你在看这部影片的话，还没超过晚上8:30的话，可以去我的 Instagram 看直播的回放。然后今天是倒数16天，明天是倒数15天，然后我要去看我们学校新闻广播社的惩罚。对，那我们明天见，拜。